我是仓鼠三哥。这些大佬有点迷茫，我拿出脚丫子勾引他一下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仓鼠在海边跑不动啊，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。他在海边跑起来速度贼快贼快的。谢谢大佬啊，咱能不能对得起这个爱睡鞋子的名号啊？我鞋子已经准备着呢，我在努力的挖沙子。你们猜一下，睡鞋大佬在干什么？他在努力的在我的脚旁边挖沙子。征服睡鞋大佬啊，一定也要用的是鞋子啊。据说啊，在海边容易抓，用鞋子抓到仓鼠。其实在海边放一会儿，你就可能从鞋子里边冒出来一只仓鼠。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好了好了，睡鞋大佬，睡鞋大佬过来过来。